上東華三院追名添中學周年大會即將在9月20日舉行，紅心傾候選內閣成員正積極籌備，交給現場記者方海亞報導。大家好，我是現場記者方海亞。我們現在來到勤社候選內閣紅心傾的工作現場。首先我們來看一看這位內閣成員，他生了一粒大毒瘡而搞到暴斃，朵花呢一定就是內閣成員咁多位送還給他的。蔡先生，可不可以接受一個訪問？好相信你都是這裡的話事人，即是勤社候選內閣紅心傾的社長。是啊，我是勤社候選內閣紅心傾的社長。是，你好社長。大家好。社長，我想問一問你有沒有信心可以當選？有。可不可以試一個麥克？有，雖然其他內閣非常優秀，但是我們能夠比他做得更加出色。是，那我想問一問社長你本人，即是個社名有什麼原意？阿哥咪喺度啊？咁啊係，我哋嘅社名本身係叫做紅興，紅興呢興呢一個字有興起嘅意思，我哋希望喺我哋嘅帶領之下，勤社能夠紅心興起，而我哋改做紅心傾嘅原因就無謂多講啦。其實呢一個原因咧，亦都唔想講咁多啦。大家明冇？明唔明？係，多謝先生你嘅訪問。現場記者方海亞報導。唔該曬現場記者，新聞報導完畢，多謝收睇。